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1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SS 86号这个系列的第19个作品啊，剑龙。在86的大电影里头呢，也是有出现非常骁勇的一个战士啊。我发了一个动态啊，我说终于把这个恐龙小队来到第三个成员啊，其实讲错了，他已经是第四个成员了。现在我们只差一位翼龙呢，就全员到齐了。那么这一次的玩具呢，表现也是比较中规中矩吧啊。应该是说呢，这几款的话呢，本身对他们比较有爱。那它的一个人物造型，胸口的话，这个形状应该是这几个里头，我觉得比较平均的。面料也是比较好看。手臂的话呢，一样是一个圆形的，这个很有力量感的造型。背后来看呢，这个背包收得很漂亮，也几乎没有什么空洞啊、透胶的啊。内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基本无视了啊。那身上比较松的关节呢，可能就是这个往外踢啊，稍微偏松一点。前后因为有齿轮啊，就能够卡住了，手臂也比较紧实啊。那这个额头肌可以转动，比较可惜的呢啊，这里啊没有一个过渡啊，手臂啊转某些特定角度的话，感觉就比较破碎一点点。然后它的一个背后。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卡扣，都扣得非常的紧。后面这个细节啊，我觉得很漂亮啊。然后这个金属的黄色吧，挺优秀的。那这个有点软的一个背甲，那以及它的一些细节，给各位稍微看一下。那一样是有些水波纹的灰色塑胶。武器的话呢，有一点软胶部件啊。那握柄的话呢比较短，那本身是黄色，再涂上银色的漆啊，所以它的一个立体感。是会比较强的，胸口的博爱标志呢也异常的明显。那我们的话呢，拿出几个它的一个对应的几个同袍兄弟们拿出来做个对比啊，这样放在一起的话，我怎么觉得它比它的一个胸部啊，比这个钢索还要强壮啊，甚至头顶的高度都还比钢索还要再更大一些些啊，有点让人家匪夷所思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。雷龙的部分，这两个看起来相似度比较高啊，上半身看上去配色啊什么都是一样的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这个三角龙我们也拿来做一个对比好了。这个哎呀，这个画面瞬间觉得非常的重量感啊，也很拥挤啊。那只剩下最后一个翼龙了啊，个人的话呢非常期待把他们5个呢都收集完成。那它的变形的话呢，也是比较简单一点了啊。这个部分把它给打开，然后手臂这个地方啊有个锁扣解开过来，拳头的话呢转正之后，把它给摆进去啊。先把手摆到这儿，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凸，这里有个凹，这样子过来，先把它给扣住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地方扣出来，这里转正过来，拳头收进去，收进去啊。然后呢这个过来到这边，把它给扣上到这里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背包这里啊，把它给打开，整个部件给打开来到这边啊，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头的话呢可以盖进去到这里，这里的话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啊，这里有两个凸跟凹的一个造型扣上去，然后腰身拉出来之后呢，将整个腰部做一个大回旋，然后两个这个尾巴的部分呢扣到这里啊，待会呢它会形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画面啊。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拿出来，这个部件呢给推出去之后，整个翻到往外侧来，再把它给打开啊，这是比较妙的一个变形方法啊，但是可能大家已经看得比较习惯了啊，这个地方翻出来到这边到这里，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位置在这里把它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将内部的恐龙的这个头啊给翻出来，这个恐龙的头啊藏成这样算是很不错了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打开这个地方把它给拿出去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再盖回来，那这个就怎么样呢，把它给整个这样子包覆过来到这边，把这个大腿小腿的话呢做一个包覆啊，然后这个脚这个鞋尖记得把它给抵出来，抵出来之后啊，先插进这里面，这里有一个缝隙啊，我们记得把它给放进去。好，两侧，然后两侧就可以做一个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合并了。这个脚掌这个部分啊，到这边把它给扣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两侧把它包覆起来，整体的变形还是比较有趣啊。最后这个部分把它给扣进来，然后将恐龙的所有的四肢的部分呢都给翻到下方来，这里转过来啊，这个有齿轮关节的
这个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啊。啊，头也扣上啊，记得把它给捏紧一点啊，因为它头上有一条缝啊，尽可能不要让它脑袋裂开了啊。那么呢，我当时呢，把这个玩具呢变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一直在想说，这个尾巴的位置是不是有点不太对？这个如果我说它有尾巴位置不太对，各位有没有感觉？我觉得应该是从这出来吧。但是你从这的话呢，就是一整个就是好像，对不对？好像就不是尾巴的感觉啊。那说明书啊，或者是盒子啊，真的都是给你取这个角度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尾巴到底是怎么个摆法啊。所以说，就是这个尾巴的位置我一直有点意见。那么剑龙的形态就好看了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说，很扎实，而且拿起来的一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啊。那来看一下它的细节了啊，首先是眼睛啊，也是有水蓝色的涂装啊，下巴可以打开，里头有一点点的刻画啊。那这一款玩具没有其他特效件，也没有附带的什么 Spike 啊，还是这个小人跟他互动都没有啊，就相对于其他几个成员是比较可惜。这里虽然有空洞，但是它毕竟在下方，我也就不在意了。变形也是比较简单啊，然后龙的形态也算可以啊。对了，它的武器是可以藏在这里的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。OK，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个还算可以接受吧，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啊。作为一款 LG 的玩具，原价是台币是2300多块钱，确实你要原价买到这个，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心痛啊。但如果有打折的话呢，也不算太差，还是蛮适合把玩的了啊。就变形金刚的玩具呢，也就发展到现在呢，也就可能也就这样了吧。就我们这种有真爱的啊，就会一直去继续去追啊，去把它给买下来。那其他新朋友的话呢，你就自己衡量一下你的财力状况了啊。那我自己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的，而且既然已经出到都已经有这个系列了，我们就期待最后一个成员问世了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